这里面一个古街啊，这是古街吗？这边的话是四川资阳县资中县。这样生意很好。麻将馆的生意很火爆呢。这古街这么没生机啊。这个古街肯定是那个仿古古街，但是它仿古的年代比较久一点，有可能是10年前就仿了，肯定是假古街。房间里面打麻将，这边是状元街。文庙，这文庙也不像是古代的，门都没开。疫情防控最没人物，不放。这是老母啊，这古街看上去就是半死不活的，你看一下，很多店面都没开。等着出租。房屋出租。就是麻将馆的生意很好呢。
店里面都是麻将声声，你看一下。不是麻将馆，几乎没有果见证。哇，这就是古街啊，一点都不像。这附近是一个学校，一个中学，这些的话都是中学生。这个逢古街真的是太无聊了，哎，雷锋精神。
声音那么吵。原来是电机，原来是这么跑到这里都来了，这里的话是摩托车检测中心。很多空店面，太无聊了。这个古镇啊，是吧？其实它就是一个步行街，步行街都不是，不是车子都可以开进来。这边坐了一圈了，都是老人。这边一个七星门文物保护中心啊，到手紧手，没开门。原来是要收费的。抓狮子。朝贡殿。这只猫很漂亮，小奶狗。喵，喵，它不理我。喵。15块钱四件啊，这么便宜。15块钱四件呢。
青松大厦嘛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啊，这是。我老太婆她还要赔呀！我从棚子上钻的。你反正你不要讲，你要入一的，你要入一的，对不对？介绍上都是打麻将的。这卖家具的。传草药，应该，我操！麻将馆的生意最好，看一下，按摩店也这么大，一叫就问要不要按摩。大麻将。